我是一个粉刷匠，粉刷本领强，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很漂亮，刷了房顶又刷墙，刷子像飞一样，哎呀我的小鼻子变呀变了样。挥挥手，我们一起唱，蹦蹦跳跳身体壮，每天都健康，小小粉刷匠很棒，是我的好榜样，抖抖小手真漂亮，我快乐成长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做得真棒，看书看累了的时候要记得跟卢坤哥哥一起来做做手臂操哦，像粉刷匠一样快乐的刷刷刷，我们上刷刷，下刷刷，左刷刷，右刷刷，这样做可以让我们的肩膀更加舒展，背部变得更加挺拔，手臂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壮哦。记得做操的时候一定要抬头挺胸。我是一个粉刷匠，粉刷本领强，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很漂亮，刷了房顶又刷墙，刷子像飞一样，哎呀我的小鼻子变呀变了样。屁股扭扭挥挥手，我们一起唱，蹦蹦跳跳身体壮，每天都健康，小小粉刷匠很棒，是我的好榜样，抖抖小手真漂亮，我快乐成长。小朋友来和我们一起做操，动动手能让我们开心的笑，快快来热热身，我们不感冒，做运动身体好，我们一起跳，扭扭腰运动时间已经来到，抖抖手快把烦恼全都忘掉，练功夫扎马步，我们本领高，做运动身体好，我们一起跳，一二三四。